我们对那个马先生今天来到这里表示欢迎，然后希望以后多加强两岸之间的沟通和交流，然后希望越来越好。希望两岸之间大学生可以多多交流，共同进步，两岸之间和平发展，然后振兴中华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交流。其实你看，这个世界上不缺年轻人，我孩子也很年轻，我也很年轻，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交流一些，更多渠道交流一些。希望大家都走动走动，都来看看。希望祖国早日统一吧。